那也拿了一个东西，就是网络的统计表来告诉大家说，哎，不管你是不是伊斯兰教国家，你如果送礼物的话，你都必须要注意。我们要请文怡帮我拿一下这一张。那我们要把电话拿开，电话不好意思哈。好，你到旁边。好，那这份数据表上面做的统计呢，就是大部分女生她们比较不喜欢收到的礼物。那第一名呢，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可是糖果饼干我可以耶、欸。糖果饼干，哎、欸，大家听到了哈，糖果饼干它可以，就是不要太甜的糖果，但是要好吃啊，特别的，你知道。台北市内湖区旧中路一段159-8楼新闻部李文怡小姐收。对啊，而且好吃的，比如说我以前很爱吃那个白色之恋。哦，可是那个是日本的巧克力、啊，对，台湾有，台湾买得到，台湾买得到，台湾买得到，其实蛮特别的、啊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、啊。那如果是手做的饼干给你吃，嗯，只要吃了不会中毒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心意很重要。嗯、好，没有问题。嗯、那这一次的情人节，我就要亲手做饼干，下一半我们就做这个好了。你下一半做饼干是不是？下一半我们去做饼干，哈哈。我会找一个宇浩来试。第一次出外景就是做饼干，对。好，再来第二名就是玩偶跟。抱枕啊，对啊，这种害人过敏的东西。可是我以前不爱，但我现在觉得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有些很可爱，像上次粉丝有送我一个白烂猫，我最近很喜欢白烂猫。哦、你已经不是最近，哦、你这几年喜欢很久。就是白烂猫，然后包在好像恐龙头套里的一个面具。哦，我知道那只。对啊，它就喷火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拉出面具的地方，好可爱 哦。如果那个你也喜欢女神的话。台北市内湖就是。没有，你说好，不要送，不要送几只。可爱啊！小时候的确有收过那种龙猫，然后后来就给我冰冻起来。哦、所以它还在吗？它真的，它没有，它就是真的过敏源。OK， 对，龙猫最近有那个大荧幕出来，万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是手套、围巾跟袜子。哎，我送过围巾哎、欸。围巾我觉得很正常，就是围巾对啊对，你看他都已经手打围巾了，都 OK 啊。没有，但我是买的围巾，买的围巾是可以的吗？啊、如果收到，如果它漂亮的话，可以啊。嗯OK， 我是天秤座，我很外貌协会，好吗？你送个 Burberry 的就一定收，好吗？哦，没有 Burberry， 直接给我冰起来。哇 ，Burberry 不行 ，Burberry 不行，没关系啦，不是那个重点是要摸起来很舒服。嗯，哦，要摸起来很舒服。对对对对哦，了解。好，那再来是马克杯跟拼图是找麻烦，你连拼都发不清楚了，你就知道这种多累了。不是拼图，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应该是第一名吧？为什么会送拼图啊？对呀、啊，很累耶，是因为。你就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块拼图。我好想拿起来打。OK， 可以，尽管动手，我绝对不会阻止你的。后面还有几种，我觉得也蛮匪夷所思的、嗯。面膜跟保养品，我大概懂。这还可以、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。我有送过口红吗？哦，口红很挑色。我有送过口红，我就送过妈妈口红哎、欸。妈妈口。看瞪我一眼。我是觉得口红这东西很危险，就是颜色很没有。我那个时候就是有去确定，就说哦好，那他喜欢这个颜色，那我就哦 OK， 有些事先确定可以，有啊有啊有雀跃，那说九分手呢？在电动玩具，电动玩具就是我觉得这可能送男生会比较开心，对啊，就觉得出现在女生的情人节礼物榜单怪怪的。嗯，好，再来就是化妆品跟指甲油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刚讲的嘛，颜色的问题，对啊。对啊百事，对我觉得百事这个有点让我觉得，就是像指针之类的东西。对，我刚刚正在想说我上了两个榜，对，而且就算不是百事，下面书本跟文具，你也送过，不是我说文具啦，文具，但指针可以放在文具类，是文具啊，对对，文具类。你看你做对最雷排行榜，就你为你而设的啊。最后一个就是保险套，对，这个一定绝对是第一名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但不是会有人送女生保险套吗？不是会有女生送男生送保险套给女生吗？就很奇怪啊，这种事情。那请问一下，男生你们送这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很明显，就是我希望今天用得到之类的。没有，可能就是希望就是可以吹个气球啊，我帮你捏只狗啊，吹气球之类的，可以啊。下一次就这样，不要用保险套捏气球，可以哦。好，你觉得啦？问文怡姐，上面你觉得这三个你选三个，你真的觉得完全不行的？然后百事我也觉得不行啊，百事不行，没有含攻击，百事没有攻击主持人的意思哦。百事是什么？我会希望看到那个东西是让我开心或者我用得到。如果就礼物而言。用的 用得到很重要了。对啊，指正。你干嘛欲言又止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想到，就是有女生朋友跟我讲说，那个用得到的东西很重要。对 保险套用得到啊。是你用得到好不好？对，没有到时候发现如果用不是跟你用，对，那他就知道些什么，他就自己知道要对要退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好歪楼。好了，那第三个就是拼图啊。
就觉得拼图真的很累啊。拼图我也不懂，拼图就是找麻烦，除非是有遇到拼图同好吧。对啊，我觉得能拼图，如果你拼好给我 OK， 你要我自己拼是怎么回事？以前有一种礼物啦，就是说你怎么把两个人的合照把它打碎做那种马赛克哦，有对对，就是把它大图输出，然后弄在现在应该也还是有，可是那你脸上就会那种四分五裂，对，就是一格一格一格，对对对，看到成品我就觉得不要，不行，因为有损你的美貌的，不是那样真的很奇怪，你感觉上你要变到被打碎的裂痕。好好好，就已经还没有 okay, 不吉利，对啊，就如果真的分手，我就拿掉一块，就破镜重圆，不用研究，就只是拿到鼻孔这边是两块，所以江宏杰跟福原爱，哇，哎呀，果不如其他他们有拼图，好。